感受。啊，但是因为咱杜素云动员，台南市政府、咱陈素兰副市长，以及咱各位局处长，啊，咱邱文塔哈，咱总经理，啊，以及咱立委、议员、服务处的代表，在座各界贵宾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哇，时间是过得真紧哈。啊，已经咱咧举办第三届吼，104年，原来是咱第103年吼，原来是咱第三届台南购物节，已经台南购物节头期啦吼，台南商展啊，今天正式开锣啊，我伫遮要先首先吼，要欢迎咱所有的市民，大家多多利用这个时阵来采购吼，不但啊有真大的这个折扣吼。啊，阁有上佳好的奖品，所以呢，我真希望讲，大家把握一年一度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来参加台南购物节、台南商展，啊，会当创造多元的局面。那今仔日呢，咱有法度来举办台南商展，咱来感谢黄理事长，好，咱掌声给黄理事长，跟你感谢谢谢你们，吼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吼。啊，另外咱嘛感谢咱陈理事长，吼，啊，甲管小会咱各位李干事的帮忙，吼，啊，有伊愿意。承担吼，啊，站出来承办，所以呢，咱台南商展才有可能。第一年差不多5万人是吧？营业额2000多万，第二年呢已经来到5000多万。我们新年，今年能够更加啊，能够更加啊加码那个了哈。那我们台南商展的成绩也不错，啊，连续3年啊，3年里面总共有105万人次参加这个活动啊。总共增加的营业额啊，销售额总共大概有25亿啊，新台币这么多啊，我想这个都是大家共同打造出来的。那我一直希望啊，我们台南市是应该要工商并进，除了工业区招商有很好的成果，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，商业也一定要并进。所以我们这几年来举办台南商展。台南购物节，我想主要的动机用意就是在这里，啊，让台南市工商并进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，让我们市民安居乐业。那另外呢，我也特别利用这机会跟 Toyota 哈陈董事长、詹总经理表达最大的感谢。我们的台南购物节之所以有办法成功，是因为 Toyota 已经连续哈，今年是办第四次啊，第四次哈，那我们都。捐赠这个汽车了，捐赠汽车，大家看一看，今年我们有 Artist 的哈，然后这个是 Yaris 的，马自达的，这个都是由 Toyota 公司免费提供，好，那江家港 Center 家也要不，免费提供，好，免费提供。那这个是目前国内的这个汽车里面销售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车型 ，Toyota 免费提供让我们参加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台南商展也好，台南购物节也好，是由8个轮子、2辆车子在带动啊。我们希望能够业绩创造长虹的啊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感谢台南市议会对我们台南市政府推动这个活动的支持啊。今天非常非常难得，亲自到了我们杜素云议员，我们掌声给他感谢一下啊。另外还有蔡旺雄议员的林秘书啊，林秘书长，王伟哲委员的团队，两个团队一起来啊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那我在这里哈，还是希望啊，我们市民能够踊跃参加，啊，让年终要到的时候啊，大家能够购物享受折扣啊，然后买最用最好的这个价格去买最好的产品啊，小购物优啊，另外呢又可以参加抽奖。那我也祝福哈，这个车子啊，大家啊最幸运的人啊就可以得到啊。最后祝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